之我在 L 風暴繼續做呢個首席調查主任嘅，同 JFIU 一起去查一個黑錢嘅案件嘅。JFIU 咧就是一個專門調查洗黑錢的部門 ，ICAC 咧就專門調查貪污的案件啦。咁但係佢哋調查的嘢係非常之相似，可以是話互相幫助一起查案。你知唔知而家出面好危險㗎？黑白兩道都掛緊你。你究竟搞紧咩啊？帮我出个人先。喺 ICAC 里面有个 L 组嘅，但系 ICAC 里面有冇人贪污嘅？我就负责查古天乐嘅，即系反贪中嘅反贪。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呢八个字，净系值1,200万。我都想知道个真相系乜嘢。今次我演扮嘅角色咧，系一个银行职员嚟，咁佢好聪明地就用咗呢个职位咧去洗黑钱。洗黑錢過程都係應該係好穩陣、好小心、好謹慎嘅人嚟嘅，但係佢野心已經變到係無法無天，越搞越大啦。戲裏面嘅角色係好蠢啦，因為所以就俾人呃咗而去陷害嘅古仔。咁今次要幫一幫佢手，因為佢有麻煩啊嘛。希望喺拉我呢個48小時裏面咧，等我掌握到時間，希望我可以去翻到案嘅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好嘅戲劇張力，所以出到好多動作咯，次次。咁而且動作場面咧，亦都跟住個劇情走啦。你要去咁高速去跑啊，追逐戲咧，其實都係幾危險嘅一個動作。無論喺個動作上面或者製作上面都大量增加咗嘅，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